大家，你说我跟您要煮啊？你笑什么？我在笑，你人生有很多意外，很难得请我吃饭，想要弥补我们的关系，却突然接个电话，讲你前女友的事情。他到底要纠缠你到什么时候啊？他没有纠缠我，他这就只是一个对意外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意外吗？就像你跟前女友碰面，我们的事情，这个就不需要跟别人做比较啊，跟别人无关啊。无关，那问题就出在一开始，你心里就有别人，而那个人就是他，林永竹。我们的问题是，自从我们生活在一起之后，我一天之内不知道要说多少次对不起、抱歉、sorry。我有逼你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就是必须要说啊。可以不要在公众场合做这种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吗？当个疯子，谁不会啊？我也可以啊。要我咬你一口吗？嗯？先生，我现在真的觉得连呼吸都好困难。我也是啊，为了我们的健康，以后不要再找我吃饭了。